我终于来大姨妈了，来来来，赶紧先去上课。上次刷到赵露思近期减肥的方法，就开始盼星星盼月亮，天天盼姨妈。结果她今天终于来了，宝贝们赶紧过来跟我一起测一下，看她是不是真的有效。体重是48千克，现在是下午的2:05。Ready Go！ 妈妈，你下来，咱们穿这个，然后尽可能的往下延伸，然后慢慢往下坐，然后往这边揉成一团。现在呢是2:10，前前后后呢只用了5分钟，动作非常的简单，在家随时都能做，而且关键是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冒汗了。但是7天之后我会再撑一次，要是真的有效果呢，我会永远的爱上赵露思大姨妈。你们也快跟着我评论区一起打卡吧，一周后见。行，下课了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来上课，我不允许我的美女子们拍照，还是这样手足无措、兵荒马乱。可不是咱们长得不好看，我的摄影师朋友教了我一个摸摸摸口诀，只要3分钟，你就是下一个更为感小仙女。朋友圈的鞠婧祎，单手摇头发，单手叉腰，手腕看镜头，单手叉腰，侧脸，左手搭杠，右手捂嘴，笑，左手叉腰，摸脸颊。腿交叉，摸膝盖，另一只手撑地，跪，坐下，手大脸。是呢，身上有什么，你就要学会摸什么，记住了吗？赶紧转发给你那个拍照万年去消暑的闺蜜，一起美去吧。下课吧。疫情居家如何拍大片之车内篇？双手搭方向盘，看窗外镜头，制造纵深感更显瘦。双手搭方向盘，身体前倾靠手，拉长身体线条更显脸小。假装化妆，左手摸镜盖，转头看镜头，动作自然，秒变韩剧女主。双手伸直交叉，置于脸颊斜下方， get 慵懒氛围感。右腿靠坐垫，右手扶额，左手伸直摸腿，巧妙隐藏所有肉肉。双腿交叉，右手自然伸直，左手摸头发，拍出大长腿，空间感拉满。右手搭膝盖，左手拉扶手，充分舒展身体，气场全开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成片吧。别发呆，看我造型 say 哇塞。 Hey bro 快过来，把保险柜给打开。这是不是你在家拍照的样子？乍一看挺好的，但总感觉差点意思。那是因为啊，你缺少一盏氛围灯。今天呢，就教大家如何用10秒钟自制家庭氛围灯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台电脑，打开电脑，找到一张紫色的图片，把它放大，调整亮度，把亮度调到最亮。这样呢，你就获得了一盏非常简便的自制氛围灯。把它摆在你想要的位置，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图片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想要蓝色光，就可以选择蓝色图片，如果你想要光亮一点，就选择白色图片，红橙黄绿青蓝紫全部都可以试一遍哦。我再也不要做舔狗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当代女生的日常：11点开始卸妆、洗面奶、洗脸、补水面膜，不放过一滴精华，排毒美颜按摩，轻拍爽肤水，眼霜，弹走鱼尾纹，手心热敷，肌底精华、美白精华，充分按摩吸收，润唇膏，身体乳，洗头吹头、假发根、喷香水，精致刷抖音。精致打王者，凌晨4点，明天我的皮肤一定容光焕发，水当当。不对，睡觉。鞠婧祎、赵露思、倪妮的脸都不是天生的，甚至连从小美到大的关晓彤以前有翻车的时候，咬肌过大真的很影响颜值。我研究了100多个女明星早期和现在的对比照片，试了50多种教程攻略，拉着我的小姐妹从3月1号到21号整整20天去测试打卡。终于总结出了这3个简单高效的瘦咬肌动作。你身边的朋友打瘦脸针，一花就是7个 W， 挨了刀不说，还不稳定。而我们只需要3招，轻轻松松拥有小鞠同款巴掌脸，赶紧上课啦！
全网最简单的瘦小精力液，看着一切就够了，赶紧按你的闺蜜一起进来学。双手放在脸颊两侧，咬紧牙齿，如果能感受到明显的凸起，就说明你咬肌过大。首先呢，要放松我们的肌肉，把手心搓热，放在我们的咬肌部位，按摩打圈20下。第二个动作，双手握拳，用凸起的指节部分放在咬肌的位置，向内按摩打圈20下。这个动作呢，会有微微的酸痛感，但是非常有用，没有你大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双手比耶弯曲，沿着我们的脸颊向上提拉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瘦咬肌，还可以帮助我们疏通淋巴。但要记得手上要抹一些按摩精油，防止刮伤我们的皮肤。相信我，只要这样坚持2周，什么下颌线、小 V 脸都不是梦。还有最后一点啊，一定要少吃，最好是戒掉像坚果、口香糖之类的零食，否则你就会变成一只小松鼠。快来一起打卡变美吧！行，下课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想在楼道拍照，结果拍出来腿短人矮，画面模糊。现在就教你臭宝男友都会学会的楼道怎么拍。 Ready Go， 坐着拍变成袖珍公主。弱小没气质，让臭宝先走下5-6个台阶，一条腿向下2个台阶伸出，另一条腿弯曲，长腿浪背瞬间变站着拍，半身平平无奇，没线条。将手机抬高，一眼不平齐，往上仰，手靠墙摸头翘屁屁。秒变是女神，拍全身容易拍成1.3米小矮。臭宝走下5-6个台阶，叉腰摸腿歪头，气场全开，楼道拍照光线火啊，没质感。试试打开闪光灯，电影大片即视感。天哪，张雨绮的腰是腰吗？是夺命的弯刀吧？杨子姐姐18天就能瘦22斤，还有欣姐从小粗腿变女团腿。那为什么咱们也一直在减肥，却始终瘦不下来呢？我研究了全网所有的减肥博主，花了整整20天，终于整理出了这份宝藏博主名单。你猜怎么整？我发现顶流女明星竟然也在偷偷关注我。不是在居家隔离吗？我就拉着我的男朋友和我一起打卡了10天，结果他就从这样变成了这样，而我本人呢，也整整瘦了5斤内。所以啊，跟对博主呢，真的能少走很多弯路。赶紧还剩的姐妹一起来抄笔记。如果你是减肥小白呢，就看周六野，动作幅度小，每天10分钟，轻松又有用。我就是跟着他练出马甲线的。现在我穿衣服啊，不露肚子的全部都给我 pass。新手进阶想要瘦全身的呢，就去看帕梅拉，不是帕拉梅拉啊。只要坚持，减脂塑形 ACL 不是梦。感觉坚持不下来的大技术宝宝呢，就可以去看 boss 老胡。小胖天天8点见，相声减肥超搞笑。小基数减肥练体态呢，就去看欧阳春 CL。和体态大师，整个气质都被拔高了。想瘦4只的呢，就去看韩小四 April 或者是林千鱼，告别拜拜肉。夏天想穿小吊带或者是小裙子的宝贝们呢，都要跟着练。明星营养师休闲芒果台鱼油，它的放纵减肥法不仅可以让你吃到爽，还能让你边吃边瘦。喜欢跳舞的追星女孩呢，就去看大白晶晶，防弹少年团 Blackpink 各大男团女团舞第一时间更新，简单编舞的运动减肥操，节奏感超强，超带感。记住了吗？夏天就要来了，赶紧练起来，下课吧。来吧，美人儿。